感，一个都没有啊！加油加油，还有机会，好不好？接下来新妍帮我们介绍。第三位新手妈妈张新妍，今天她会推荐什么育儿法宝呢？来看一下吧。两样，我们先看这样好不好？这个、是也是一个包包，也是包包。哎，这真的很酷，随身餐椅。对，你觉得它好像只是一个妈妈包而已，对不对？送披萨了吗？在别的包包。对，而且样还有点像电脑包的妈妈包，真的有像。麦当劳是这样说送披萨，它这其实它有一点典故是，它有跟那个一样保温的功能。哦，是保温。对，然后而且它不止保温，然后它还可以当餐椅。可是我先介绍它包包本身。好。好就是呢，它这边你看，它很贴心的设计，这边它这个装的是一个尿布袋。哦。而且它是站在最后面，所以你一拿就可以拿起来。等一下，这个是说要垫在那边让小换尿布的时候，垫在屁股那边的哦，防水。还有这种东西啊，好酷！就是你不用找到一个干净的地方。然后呢，这边又有两个拉链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保温的，保温的哦，两边都是，这边也可以放。所以你杯测的时候，你水壶放在这边，什么都很方便，也是。它有分层，哦，它是妈妈包嘛，可以放这么多东西啊。对，隔层，而且它这个开口很方便，妈妈背着的时候拿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样直接拿。厉害的就是一个一个，它那个，而且它是硬的，哎，它为什么是硬的吗？为什么？嘿嘿，因为它可以避免餐椅。因为有时候你知道，像我们如果在外面啊，有时候找有一些餐厅就是没有准备婴儿椅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我放在一般的餐厅的椅子上面，任何椅子都可以，任何椅子。然后你就先锁紧嘛，这很适合就是一个妈妈自己带小孩出去的时候，真的。然后这时候餐厅都没有椅子，你知道有多无助吗？然后这都打开了，也不能好好吃饭，哇，还可以绑在椅子上，太方便了，而且感觉很舒适，是。而且你看，你以为这样子，它包包里面就没办法装拿东西了，对。它这个设计就是很好，你这边你要拿东西的时候，你就直接拿。好方便哦，怪不得他那个是硬壳的，对，都拿。所以 baby 就坐在这边，哎呀，有没有 baby 来坐一下？哎，我觉得这个 baby 也可以，宠物也可以啊。宠物不用坐这个，宠物还会跳脱。坐一下，佳佳，佳佳要进来。哇，这素席，体重大概15公斤，15公斤一点小孩都可以。所以你们小孩都可以。而且你知道我女儿只要没有绑住哦，你知道就会乱跑啊。对，你坐不住、啊。那绑住会不会不开心？不会啊，你坐在椅子上哎，舒服吗？乖乖坐。哇，好厉害啊！哎，我觉得很方便，很好用哎。超好用，而且这种事就不用，因为妈妈很容易大包小包，又是妈妈包自己的包包，对，那种椅子一大个要拎着，在想说再去买一个那个餐椅，然后对对呀、啊，很麻烦，哇，所以很方便，而且要拿东西真的就是这样子，真的很方便啊，脚抬起来就可以啦，拉链一拉就可以了，我真的觉得很棒，我好喜欢，这好东西耶，很好，你看超好用的，好，各位，不错，马上就要估价了。哦，这个很适合。先坐一下，对啊，这很适合好好食品啊，你放在旁边，你就不会冷掉。它东西都是可以拿的，对，是啊，这是一个比利时的品牌哦。哦，品牌啊，比利时，对，这是一个比利时的品牌。可以先看一下我们来宾的价钱，来，请。25991980，26802680。来。爱买团你们的价钱是2980，没有，2980，差不多，这次我差不多3000，差不多啊，对不对？你又学乖了，因为我本来想估更高，因为你说比利时的，你为什么想要？你为什么猜这个价钱？为什么？还是你把那你觉得比利时嘛？对，因为你刚刚说对，然后我想说他设计的，而且我有刚。因为我有看每一个细节，我发现他做的，他做其实蛮，这做的很好，因为其实符合安全啊什么，对不对？各位在这边恭喜，在场唯一没有小孩的 Selina。恭喜你，恭喜你！3680不错啦，不错，这个值得。我刚验的时候露出整件肤色卫生衣，为了小宝贝值得啊，值得值得。啊，这个东西也来介绍一下。这个就是因为啊，我个人非常爱买马桶这件事情，我们家大概有7、8个马桶。为什么你小孩这么爱拉吗？张新妍热爱收集马桶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？这个东西也来介绍一下。这个就
就是因为啊，我个人非常爱买马桶这件事情。我们家大概有七八个马桶。为什么你小孩这么爱拉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就觉得说，因为那时候我在刚开始训练我小孩上厕所的时候，然后我就觉得说，哎，他尿大概一个礼拜他不尿，我以为说他可能不喜欢这个马桶，我又再去买另外一个马桶，哎，好像还不错。过两天他好像又不喜欢，又再买一个，就我老公都快发疯了。然后而且旅行的我会买啊，然后啊什么随身携带我也会买啊，看到国外好的我也买啊。嗯、可是呢，像这个就是。这个是我自己很喜欢，就是我平常带出去觉得很方便。这我在美国买的。这随身的吗？对，它这个呢，它是折叠 的，折叠的。你看，它一打开来，然后就这样拿着，就在草地上放着。不是啦，这就放在马桶盖上面啊，哦、就可以啊。一般的公共厕所的马桶都可以，对对对对对，好方便、哦。可是呢，那时候我就一直觉得说。哦，因为上次我就是我女儿，我们出去玩，然后坐长远的车，然后你在高速公路上，你不可能这个没有办法啊，对不对？而且你一打开，他以为马桶到，他刚刚坐在对坐车最麻烦。对，然后之后我就找到一个东西，就是这个太厉害了。那这个呢？这个设计是男生女生都可以哦。对，那它呢？它就是那边有一个这个口嘛。其实它这个接口，它可以。那个用在所有的保特瓶上面都可以。哦，对，那你忘记带这个，你身上有一个空的保特瓶，你就直接装，对，你就直接装这样子。然后呢？前面的尿量应该这样够了。够了啦。然后你就那个男生就简单，女生就这样嘛，对啊。这个我觉得大人也可以，我也好想买一个。对啊，大人好像也可以，对不对？如果坐长城的路，女生的范围这样可以了。可以啊，可以啦。被喷。那没有，就可能稍微一点点还好，铺一些报纸啊，什么应该可以了。等一下，那哦，这个是这个盖住啊，就是如果你没有那个，你没有及时要丢的话，你就锁住啊，哎，就打开来，然后坐在打开来坐在这边尿尿。因为它这边这个密得很紧，所以你也倒不出来。可是它旁边那个会让人家想要喝一口，那个鼓的那里。它的设计是有一点点浇花，让它浇花。这个是它这个应该把手是要让妈妈拿着，对呀、啊，你这样子拿，你就这样固定的吧，对，这样子弄，还行起来呀、啊，或者接住，对，接住了，对，妹妹你就那样，你就那样，妈妈随时 stand by， 对，盖住，刚好盖住啊，你两这样子嘛，两只腿这样盖住，你就不会喷出来。哎、欸，这个不错哈、哦，看起来这个也是，而且体积也不大、啊，我蛮意外，这居然大获你们的好评哎、欸，这个很棒啊，这很哪一国的、啊？好不好？哎，韩国的，对，在韩国的哦。好了好了啦，没有那么多尿啦。哎、欸，真的不会，完全没有、哎，好不好？好棒哦，还可以放回妈妈的。滴不到我头上哦。他又把它打开，你这样会很想把它打开。你好像狡猾哦。好，多少钱？就有估低了啦。欸、不贵啊，不贵啊。不贵啊，我估低了。350。850，899。每个人对上厕所的这个价值不太一样。对，因为我平常帮我儿子是用那种保温杯的那个塑胶瓶，因为。但是他平你希望他回去还是热热的，所以我现在看到保温瓶我就有点反感，因为我不知道找什么。而且我小朋友，你不要看他小鸡鸡这样小小的，可是他还是会乱喷。300，380，有眼光啊！我跟那个心仪是一样，350，350。我觉得你越来越厉害哎，越来越有妈妈的感觉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不错哦，在这边恭喜 Selina 后面的爱美团。9颗脑啊，9颗妈妈脑啊，没办法，很厉害 ，OK， 好的。